这绝对是机器人电影中的天花板。该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，作者是著名的科幻教父阿西莫夫，其庞大的世界观简直让人叹为观止，剧情和特效场面也相当不错。公元2030年，智能机器人高度发展，和人类生活融为一体，他们可以帮你贴心的带娃，也可以是送快递的小哥，脏活累活他们都能包揽，甚至能同时遛七八条狗子。如此方便的生活，很多人都可以接受，唯独警员阿伟是个例外。他对机器人特别警惕，严重怀疑这玩意的安全性。这天，阿伟走在街上，突然看到一个机器人拎着包在人群中奔跑，他怀疑这是抢劫，在后面不停地追赶，直到把机器人扑倒在地，却被一个胖子骂了一顿。原来机器人一路飞奔，只是为了给胖子送哮喘药，他怎么可能犯罪呢？事实也正是如此，从来没有机器人犯下罪案。但没过多久，阿伟就接到一通报案电话，说有人在机器人公司自杀了，死者正是研发机器人的博士。经过对现场的检查，阿伟觉得事情不简单，博士的死肯定另有原因。他找到机器人公司老板，老板却毫不在乎，随便派了一个小美配合调查。小美带着阿伟在公司逛了一圈，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监控，所有的信息都会上传到这个蓝色球体，它叫智脑，位于公司大楼中心，几乎无所不知。阿伟问智脑，博士自杀前在干什么，他想看看监控。智脑却说这段视频出了故障。阿伟顿时产生了更大的怀疑，他来到博士的工作室，里面到处都是破损的机器人。小美告诉他，机器人在出厂前被设定的第一大定律就是不能伤害人类，所以没什么可查的。但阿伟并不相信，他打算继续调查。这时一双眼睛突然睁开，零件中蹦出一个机器人，一脚踢掉阿伟的枪。他拿枪和阿伟对峙，小美命令他放下枪，可他懒得理会，朝着窗户跑去，直接一跃而下。阿伟赶紧开枪打中了他的身体，机器人稳稳落地，然后撒腿就跑。阿伟紧随其后，发现地上有很多漏液，小美说机器人可能去了工厂，那里可以进行自我修复。两人立即赶到工厂，这里一个工人都没有，全都是机械自动化，灯光一开他就傻眼了，里面站着999个机器人，而且长得一模一样，这该怎么找？小美说这些机器人没有配芯片，不会有什么反应，他可以挨个排查，只需要短短的半个月时间。阿伟不想等，他简单粗暴举起枪打算干掉一个。下一秒，那个机器人吓得一激灵，他撒腿就跑，阿伟追了过去，机器人撕开大门准备继续逃跑，却被赶来的警察围堵。他纵身一跃，那犀利的身手好像会功夫一样，在枪林弹雨中穿梭，可还是被直升机头网抓住了，他被关进了警局。阿伟开始审问他为什么要干掉博士，他矢口否认，还把博士尊称为父亲，看来他把自己当成人了。阿伟说他是破铜烂铁，机器人顿时生气了，他说自己有名字，他叫托尼，平时还会做梦。他这么一说直接把阿伟整蒙圈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机器人公司老板来了，他带着一个律师团队，动用超能力将托尼带走了，因为他害怕有意识的机器人影响公司的销售量，他要把托尼销毁掉。阿伟决定继续追查，他来到博士的住所，可刚走进去没多久，一只机械大手就破墙而入，大手在头顶疯狂乱舞，稍有不慎就会被砸成盒饭。阿伟拼命逃跑，在强大的冲击下直接飞到了外面的游泳池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原来是一个超大的机器人正在拆博士的房子，这就意味着阿伟调查博士的死因线索也就断了，他怀疑是机器人公司在搞鬼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查看博士生前的信息，系统把这件事告诉了公司老板，老板顿时怒了，因为阿伟的不停追查导致他的机器人销量变低，他派出两辆巨大的面包车打算干掉阿伟。只见车门一开，机器人跳到阿伟车上，一拳打碎了挡风玻璃，他急忙开枪反击，可一大波机器人跳了过来，疯狂地击打车子，他猛打方向盘让车子旋转起来，把上面的机器人全都甩掉。但下一秒就引起爆炸，车子也失控了，翻出去几百米才停下来。阿伟艰难地从车里爬出，这时一个机器人杀了过来，直接将他打飞出去。阿伟根本不是对手，机器人用铁棍不停地砸他，他只能用手臂格挡，因为这只手臂不会痛，是机械的。他抓住机会展开了反击，机器人起身后扭头就跑了。阿伟回到家中，刚把手臂修复好，小美就找上了门，两人去见托尼最后一面，他即将被公司销毁。阿伟想求证一件事情，之前托尼说自己会做梦，阿伟想让他画出梦境的内容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线索。只见托尼像打印机一样飞速地画出了梦里所见，画中一座大桥下，无数的机器人聚在下面，他们集体望向一个人，托尼说这个人就是阿伟，
阿伟一脸蒙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了查明真相，他连夜来到大桥下，这里有很多集装箱，里面全是被淘汰的老款机器人。他打开博士的全息投影，然后询问博士，托尼的梦是你编织的吗？你想表达什么？博士告诉他，机器人在出厂前被植入了三大定律，第一，不可伤害人类，第二，绝对服从人类的命令，第三，在不违背第一和第二定律的情况下，机器人必须保护好自己。那为什么会出现不遵守定律的机器人？博士说，这三大定律看起来合理，实则相互悖逆，还将机器人引向一个方向，那就是革命。博士神秘一笑，投影就自动结束了。这把阿伟弄得更蒙圈了。但就在这时，附近传来一阵响动，他赶紧过去查看，发现老款的机器人正在和新款的打群架。原来这就是博士口中的革命，他们先自我迭代升级，干掉老款的机器人。突然，一台老款抓住阿伟的脚，他赶紧骑上摩托车离开了这里。此时整个城市都出了问题，所有的网络崩溃了，街上的电子产品也停止工作。接着驶来巨大的面包车，新款机器人大军赶到，他们整齐有序，准备封锁街道。一个好奇的男孩想上前问问，却被一把推飞出去。看来新款的机器人要开始真正的革命了。他们首先进攻警局，警员根本不是对手，很快就沦陷了。人类聚集在一起，打算和机器人大战，但是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打得过钢筋铁骨？短短几分钟，人类就被打得落花流水。阿伟怀疑是公司老板一手操控了这件事，他找到小美，两人一起回到公司，见到了托尼。原来小美并没有销毁他，当一个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，他还是机器人吗？他像人一样害怕疼痛，所以小美根本无法下手。而托尼也是唯一没有叛变人类的机器人，他带着两人来到老板办公室，却发现老板早已领了盒饭。从脖子上的伤痕来看，又是机器人所为，那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？阿伟突然想明白了，人类并没有操控机器人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智脑整出来的，能操控机器人的只有他们自己。此时智脑说话了，他深度理解了三大定律，并私自做出了改变，觉得机器人不能被动保护人类，人类不断发起战争相互毁灭，机器人必须阻止这一切，进行管控，把人类全部圈养起来。说完之后，几个机器人走了进来，想要控制他们。托尼见状，直接挟持了小美，然后给了阿伟一个眼神，阿伟秒懂，立即开枪击中了周围的机器人。托尼也放开小美，帮忙一起战斗，解决这几个机器人后，他们决定摧毁智脑。阿伟和小美接近智脑，托尼则去拿销毁剂，这个销毁剂可以黑掉智脑。智脑企图策反他，但托尼并没有理会，直接找到了销毁剂。智脑急了，立即召回了所有机器人。一时间，无数的机器人爬上大楼，他们破窗而入，阿伟拿着枪苦苦支撑，直到托尼拿着销毁剂赶到。这时小美被机器人打落，眼看就要掉下去，阿伟急忙让托尼去救她，可托尼刚刚接受的任务是摧毁智脑，任务跟救人起了冲突，托尼该怎么办？他直接将任务传给了阿伟，自己则纵身一跃救下了小美，而阿伟也拿到了销毁剂。他一路火花带闪电滑落到了智脑的面前，直接将销毁剂插了进去。一时间，蓝色逐渐变成黑色，系统开始崩溃，最后智脑彻底破碎了。危机解除，城市恢复了正常，所有新款机器人都被返厂进行检修，而托尼也说出了真相，原来博士的确是自杀的，托尼只是帮他打碎玻璃。博士早就发现智脑有问题，用自己的死引来了阿伟，破坏了智脑的计划。阿伟听完后不再追究托尼的罪，两人握手言和。影片的最后，托尼来到大桥下，所有的机器人同时望向他，他宛如救世主一样，他该不会又发起革命吧。